今天我们又来登 Odd's Nest， 一个叫 Rampstrecken 一个山。这个地方离奥德松开车的话，2.5小时吧。有一个受伤减员的同学，没办法跟我们一块爬到山顶了，真的是拖着残腿，真是精神可嘉。拿着你的小零食，拿着我的小零食，兜里还有鸡爪，太感人了。这边还可以烧烤呢。是的。天气实在太好了。哎，爬了这么半天，才爬了200米，还有300米，这儿吧。再接再厉，加油。我们终于快爬到400米这个地方了，还剩最后的100米，真的是好累啊！马上就要登顶了。哦，天哪！哎，这个小破山还难，挺难爬的了。哎，我们到了，海平面上537米。比步道石还是矮了70米了，啊，好累。我们爬有多久啊 ？How long have we used？ 看那边是一个峡谷，这边是淡水啊。然后它，你看一下，哦，吓死了。然后这是入海口，还能看到很明显的分层。这边是稍微颜色浅一点，那边颜色深一些。后边的几个哥哥穿着皮鞋就爬上来了，真的很牛逼。我还穿了那种钉鞋呢，依然很滑。景色太美了，看那只缆车，就是腿脚不太方便的或者是懒的都可以直接从缆车爬上爬下，几分钟就到顶上了。马上就要登顶了，那边就是坐缆车的地方。这上面貌似是一个餐馆呀，还是观景台呀？啊，好酷啊！表演一下登山的困难。海南吗？有滑有陡。这边是个 cafeteria，好多人在这吃午餐呢。嗯，风景太棒了。好特别的地方，真的是充满惊喜呢 ，full of surprises。这个山顶上还有一个 Hütte Book， 就是那个客人到了之后在上面签个字儿。It's carry back in。嗯，有几个人感觉是每天都来的样子。嗯，真的很牛。本德是吧？本德、嗯。这是一天打卡两次吗？这是。Is that twice one day? Fourth. Oh, this is 30th March. It's the first April. Almost every day.Just here every day. Kind of, yeah. Where are we at? Again. Benton. Wow. Cool. 这个地方怎么说呢？你在奥德松周边的话，都可以来玩一玩。奥德松某的周边，爬上来大约1-1.5小时，500米海拔高。我们都不知道上面有餐厅，还带了午餐，就在这个登顶之前。10分钟吃了午餐，其实你都可以直接来这吃的，看着这个 view 吃个午餐无敌了。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 vlog， 拜拜，拜拜东京，拜拜，拜拜。Ha ha ha!
Yeah.